没人吗？没有没有。哦，捡到了一个地下钥匙。这里有个紧急呼救器，待会我们做呼救器走。那你俩在哪儿啊？二号标那个楼。二号标那个楼，一楼，好像是三楼。走吧，进圈吧。我们用紧急呼救器吗？这里有个紧急呼救器。两个，我还标了一个。我们那个放，放包吧，放包也可以。还是说绿标绿标也有一个紧急呼救，那就那怎么说？那怎么说？飞进去吗？还是你们放把它放车后备箱吧，放后备箱，到时可能后面有用。这车哪里有后备箱啊？我放闪了，放闪了。哦，对不，我这车没后备箱。走走走，飞进去，飞进去。走走走。三号点吧，二号点不好守的，那边靠着山不好守。房子哎呀，就去那里，因为自己去三号点吧。不到就别打吧，没意思，暴露还直接暴露我们在哪儿了。山上这边落人了，落闪了。三号标有人，你看我就说吧，我知道中央圈，这是圈中间，你要去三号点。你刚刚那个三号点有没啥用？这哪里还有五五六子弹？
得分。被打掉下来了，那个旁边来车了。看一点背后啊，别来偷了，背后有人的。
这边来车了。来，看后面，看后面。应该是厕所那边的。那边停了一堆车，三四辆。车了，来车了，来车了。走，我们先摸进去，先摸进去。可以救，可以救。我操，这么准啊！二号先别对枪，接下来扶人，二号，扶一下，一号，一号扶一下，能扶，能扶，能扶。十多秒，待会得拿烟进圈了。我操，他那个位置太好了，打不了。